我叫 Avril， 我的中文名字是李美娜，我是英特大学的学生，我很喜欢学习语言，我学习中文已经两年了，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和文化，我今年报名参加了韩语跳比赛，因为我想跳成自制，提高我的韩语水平，谢谢大家。前面是我的演讲，每个人都有家，我的家不大，非常温馨，因为有家人，家人在，放学会到家，妈妈会准备好美味的饭菜。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只要回到家，我就会得到安慰。家也是我们好好生活的动力，无论走多远，也是充实我们的牵挂。除了自己的家，全世界的人还有这个共同的家。虽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景和文化，城市受不同的影响，但我们是一家人。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，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，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散入战事疫情，集结打通天下一家，我们应该奋勇同仇，努力建成一个和谐的家庭。不，我们会美好生活的千万笔为强求，只能从感谢。让我深深感谢你。当我首先你的时候，我原先收获一路春分，你是给了我整个春天，让我深深感谢你。当我首先你的时候，我原先编起一束兰花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，让我深深感谢你。当我首先你的时候，我原先祈求一枚红月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森林，让我深深感谢你。当我首先你的时候，我原先亲吻一朵雪花，你是给了我银色的奇迹，谢谢大家。